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开始来谈鱼塘了哈。这一个发挥的，这不叫鱼塘，好像里面有水是真的啊。今天把它谈了，这种植物不知道叫啥，有点像茭白，但不是茭白了。它这个不会得水，很光滑，这叫芦苇啊。听说这个拿去做枕头比较好。你看一下这个人在干嘛？啊？快快烧一纸来。自己用水擦，用马草。黄鳝，咋的？哦，真的，这么深吗？我靠，这是黄鳝吗？不是黄鳝吗？来抓，你最怕的东西。我靠，这么深，没事，这有鱼都难抓，有鱼捞不到。那边有动静了啊！还以为放个空了，还以为大货。耶，不也是白鲢？这么小的白鲢？白鲢啊！放！咦，不是白鲢？全小白鲢。可能鱼咬啊？怎么做到这种鱼在里面？不知道，不来跑开的。放我们鱼塘去。哦，草鱼，小草鱼苗，过来，哎，老师，对，草鱼苗啊，这里草鱼苗呢，是不是别人放的？垃圾，23两的垃圾，哎，在我这。这个的，哎，西班牙这里还有呀，快点干什么会儿？我瞅了，这，我这样进可以。哎，快什么？好拿去，哎，这个鲫鱼可以，这鲫鱼可以，晚上吃鲫鱼汤。哎，这吸的好多。草鱼来。哎呀，吸窝你在的。没有多少鱼，感觉。你看，吸了一窝你。小鱼都是小鱼，来了，都来了，抓这草鱼。哟，收获，这收获可以，总比空军强。咦，得好多，哎呀，我自己。这钓的，快，老二。好拉去。哦，这个鲫鱼下杆，还有鲫鱼在里面。斗鱼，这鱼值钱，10块钱，几十块钱一条哎，啊，10块钱一条，斗鱼，估计也没要的。没关系，这就是胖的人跟瘦的人区别。你看我站得这么高，他就成这样子去了，是吧？起不来了，这个不抽不知道，一抽吓一跳，抓了个寂寞。等一下给大家看鱼货，睡觉的都是小鱼、小鲫鱼啊，这个咱就不要了啊。现在开始拔萝卜，拔一包拔上去，这是拔萝卜。哎，等等，这个真的，哎呦，妈呀！完了，越陷越深，完了，跪着，我跟你讲，用膝盖慢慢的跪着上来，搞得不好要拿三轮车来了啊！哦，哈，我操，来，拍着腰。泥巴吸的脚拔不起来。哎，我快三轮车了。快三轮车了是吧？啊，看，拿绳拔一下。我这是。哎呦！你看，这是胖子跟瘦子的区别，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。飘起来了。哎。100斤身上。抓个寂寞，哎，开玩笑，怎么是寂寞啊？你数得清吗？不吹牛的，这个不是鱼苗啊，嗯，是吧？一条，明年下半年就好了，两条，三条，四条，五条，草鱼、白鲢，这叫土地、啊。这三条不是晚上可以加餐吗？你看，可以五一碗，五两碗，个姐姐，你啥个？嗯，这鲫鱼的，放生，这个要
这个还有红的，你看，还有那么大虾，哦，开玩笑，螃蟹刺身，放这，三只，让它去繁殖。这斗鱼漂亮，耶，一枚鱼缸。明年再来找你们，没有，明年再来找你们，这太小了，明年再找你们。这谁知道啊，是吧？你不去试，哪里知道有没有鱼？寂寞，嘿嘿。这感觉好像游戏里抽的最差的一个，亏本，严重亏本。今天放生，还是来得哪里去，不要了。哎呦，放去！你这么小草鱼，去长吧，哪里跑下鱼苗啊？啊，今天亏本了哈，抽了个寂寞，明天接着盘，回家把这两条鱼炖了。好，今天到这，走。晚上不准买菜，就是这个。早上不买菜，第十二天。